没巨见过好这个玩，巨好玩。什么东西？但是他太没神伤奇害的英了！雄，没伤害，看一下，他没伤害的英雄，他什么技能啊？点一就下是亚可以索的点进 Q。去，有视频下面可以点进去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哦，我再看，看一眼，我也他在看。他好像是跟着一起飞，然后 Q 是亚索的 Q。攻击被标记的敌人可以造成额外真实伤害，都没伤害吗？这英雄真没伤害。对，看了一下，我要。什么？怎么长得像塞拉斯啊？这英雄？啊，不是廉颇吧？他们都说。真的廉颇，纯廉颇，这英雄。WP 路先锋，我先动手上上连波，可阻挡并减少所受伤害，释放后对敌人造成击退和眩晕。哇，他打到有点厉害啊！这英雄感觉。技能大步驰援，普通释放提供小段位移，并获得一个护盾。朝队友释放可加长位移距离，同时为队友还可以啊，感觉是个辅助啊，上路人。哎，他这个就是坦克型瑞文啊。物理坦克吧，他算是个。大招傲岸行姿，击退一名敌人并造成物理伤害。如果敌人被推至墙体，伤害达摩，纯达摩大招。这时奎桑阿 QQ 进入全胜姿态，全胜姿态的英雄各技能都将获得强化。进入全胜姿态，大招反推型塔靠防护塔打没人。小伙伴觉得新英雄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。讲实话，介绍看起来很厉害，玩起来后悔，感觉挺垃圾的。真没伤害这个英雄，又感觉真没伤害啊！这英雄，这英雄应该就是看他那个技能介绍，打那个人的伤害应该全靠技能打伤害，要不就是个辅助。全看防御塔。玩上路像小丑，感觉。其实就看他出来之后，下一个版本他加强还是削弱就知道了。对，主要对什么紧急加强，这种紧急加强不是他所有技能手都短到可怜，把对面是个什么鳄鱼万豪直接给他干碎了。对，这又怎么打万豪？怎么打诺手啊？对啊，诺手什么的都打不过。那天机怎么打？不好说，到时候开发看一下，到时候玩一下看看。哎，他刚才有百分比伤害吗？没有吧？介绍里面好像没有。那就更鸡了呀，这个英雄，他要是没百分比伤害就更鸡了呀。那一个坦克必备的东西就是百分比伤害啊。但是他如果护盾多的话也能玩呀，他护盾好像挺多的。那打辅助去了。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主菜上桌。OK， 下一把。直接八强巡礼。OK， 徐莫里。点评八强队伍 ，OK， 肉哥和 GDG， 就在今天吧，就在明早，对，在明天早上，今天几号了？怎么说，肉哥这个 AD 的手里那个表人认识没？啊，不认识。哎，有没有董哥认识一下？有没有董哥说一下？不知道，真不认识。肉哥打 JDG， 感觉说实话硬实力应该还是有差距，虽然肉哥也很强，差距应该有点大。老将阿德摩，